河南安阳也封城，上海疫情登上热搜第一。台湾一架 F-16V 战机坠海，飞行员生死未卜。智能枪将在美国上市，可能撼动枪支市场。体验最漫长的一天，达喀尔拉力赛穿越漫漫黄沙。大家好，欢迎收看全球新闻。河南安阳受到奥密克戎和德尔塔变异毒株的双重夹击，1月10日宣布封城，成为近期中国第三个被封锁的城市。来看报道。一个个小学生穿着防护服，背着书包，作为密切接触者被拉走隔离。这是发生在河南安阳市汤阴县育才学校的场景。1月10号，安阳宣布封城，要求全市550万居民足不出户，机动车不能上路，除了必需品商店外，所有店家必须关门。安阳成为继西安、禹州后，在本轮疫情中第三个封城的中国城市。安阳官方通报，自8号以来，安阳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4例，其中11例在汤阴县育才学校。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安阳的新增病例中至少有2例与天津的奥密克戎病例同源，这使得安阳同时受到德尔塔和奥密克戎两种变异毒株的夹击。这个病毒就是从天津带过来的，它传播太快，但是现在买出来的话基本上已经买不到了，因为现在都是关店的第三天，基本上都已经全了，没有啥了，啥都没有了。因为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传播速度快，隐蔽性高，中共政府一直以来的清零政策对付奥密克戎能否奏效，引发外界的高度关注。像天津市一样，安阳市也停售了开往北京的车票。而疫情在天津有持续扩大的趋势，官方通报，截至1月11号12点，天津本轮疫情确诊者达到97例，出现6起家庭聚集性疫情，涉及2个小区。不过官方数据的真实性仍受外界怀疑。疫情在天津、河南等地激增，是否会冲击2月4号在北京登场的冬奥会？北京奥组委周二称，北京目前整体状况还在控制之中，没有采取封城的打算。截至1月10号24点，北京官方称尚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北京很有可能他现在是极力的掩盖压制这个相关的消息，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指望通过这种低调的管控的措施呢度过眼前这个难关。如果说他要压制不住，导致这个疫情真的爆发出来，那么那个时候北京当局他究竟要不要采用封城的措施，甚至考虑推迟奥运会啊，都不得不是他要面临的一个难题。另外11号网上传出，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疑似出现疫情，上海疫情还一度冲上了热搜第一。上海市政府当天回应称，正在对相关人员和环境进行筛查。新唐人记者金石，纽约报道。西安因疫情封城已经20天，当局为了控制舆论，以所谓散布谣言的名义处罚了30人，但无法压制西安人的不满。1月10号，中共官媒高调报道西安警方对所谓涉疫情网络谣言的打击，称自去年12月9号至今，共查处30起疫情虚假信息案件，有30人因此被处罚，其中23人被行政拘留。我们现在的西安这我们就写能写的一些发表一些东西的，几乎发不出去，发出去马上就删，控制非常严，管控的非常严。今天晚上你关注到我们西安有一个要害，你知道不？他今天晚上不是发了一个视频嘛？发了一个视频以后呢，就那个应该是国宝嘛，应该是国安砸后门去了。砸后门和他可能好像是我们的要害也人比较硬，没把他带走。西安市民杨海1月9号对外发布视频，讲述西安大寨路恒大城上万市民居住的单元门被铁丝封锁，每户门上也贴上封条，很多业主家里没有吃的，什么都送不进去。杨海质问当地政府，是想饿死上万名西安市民吗？这个视频随后遭到全面封杀。武汉市民叶先生表示，当局对于涉及疫情的言论管控，侵犯到每个百姓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怎么说呢？别说那些网络大 V， 那些稍微有点名气的人、公众人物都不说了，像我们普通百姓，他们都不放过。你发点牢骚，他都找你麻烦。
西安当局封城后，很多市民面临断粮的困境，也出现不少人道灾难，有孕妇被挡在医院外导致流产，还有心脏病人被多家医院拒收而不幸死亡。西安市卫健委副主任在西安发布道歉文，我看直播了，你这是表功的吗？你这哪是道歉了？真假呀？大家可以说是在防疫这个有关方面，可以在全国所有的城市里边做了一个反面教材。1月10号，西安疫情再次登上微博热搜第一，超过150万人搜索，显见疫情仍未停歇。新唐人记者陈杰、李珊珊、周天采访报道。1月11日，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人公布了白宫防疫专家福奇的部分电子邮件，证明福奇早就知道中共病毒可能是从武汉病毒所泄露的情况。被公开的邮件内容显示，早在2020年2月1日，福奇就已经和国立卫生研究院前院长柯林斯在电话会议上讨论了中共病毒的起源问题。当时福奇和柯林斯都被告知中共病毒可能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的，而且可能已经过基因修改。然而参加这次电话会的科学家在随后发给福奇和柯林斯的病毒起源文件中却没有对病毒源于实验室说法的论证。共和党议员因此怀疑福奇或柯林斯可能有意掩盖实验室泄露病毒的说法。无独有偶，美国知名调查媒体真相工程周一晚间披露的一份军方文件同样指向福奇隐瞒了病毒起源的真相。这份由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前研究员莫菲写给国防部监察长的报告显示，非政府组织生态健康联盟曾为其病毒功能增强的研究项目向计划局申请资金，在遭到拒绝后却得到了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支持，在武汉等地投入资金进行病毒功能增强的研究。这份报告也让外界更加质疑福奇此前否认参与生态健康联盟病毒功能增强研究的说法是否属实。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1月10日在一个智库论坛中表示，最可能出现战略意外的地方在太平洋地区，而留给美国的时间不多了。来看详细报道。If you ask me, where are the places where we are most likely to see certain kinds of strategic surprise, basing, or certain kinds of agreements or arrangements, it may well be in the Pacific.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1月10日在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个强化美澳合作主题的论坛上表示，未来一两年他最担心的就是太平洋地区可能出现的战略意外。坎贝尔虽然没有明确提到中共在南太平洋地区扩张的野心，但他表示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相比，美国在协助该地区方面做得不够。南太平洋群岛人口稀少但资源丰富，被澳大利亚看作是自己的后院，该地区的稳定与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息息相关，也事关澳洲盟友美英法等国的利益。2018年11月，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宣布向太平洋岛国提供$22亿的援助和低息贷款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对抗中共在该区域不断增加的影响力。中共从2011年以来向南太平洋岛国提供了$13亿的优惠贷款和援助，成为继澳大利亚之后第二大援助国。不止于此，北京正谋求在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的坎顿岛建立军事基地。坎顿�岛在美国夏威夷西南约3000公里处，一旦中共企图达成，将为北京在美国第三岛链附近提供立足点。坎贝尔认为，留给美国应对的时间非常短，美国应全面加强与地区盟友的合作，以应对地缘挑战与竞争。美国总统拜登去年10月提出新印太经济框架倡议，并希望能在今年年初启动。该框架被认为是应对中共当局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又一工具。新倡议着重数字经贸协定、供应链韧性和基础设施等领域。I think that's very important going forward to push back against other countries that may seek to have if you like digital systems that are more authoritarian.Rather than more open systems. 另外，美英澳去年还结成了新的准军事联盟 AUKUS， 美英两国在核潜艇等领域协助澳大利亚，以增强其国防实力。Decisions we've taken, whether it's on Huawei, on COVID, the origins of COVID,
countering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our political or administrative systems. Those decisions have been dictated by our circumstances, but they've been underpinned by our values and interests, and our view that our sovereignty should not be compromised. 新唐人记者李兰综合报道。一月八日下午，神韵新纪元艺术团在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进行演出。第六次观赏神韵的盲人维权律师陈光成表示，他能体会到神韵的深刻与独特。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精髓，贯穿于整个这个节目始终。我透露出来的是老子所说的这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之后这样一个社会状态当中，我们依然跟自然、跟万物、跟天道规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本脱离不出来。其实这才是真正的神州文化，这才是真正中国人应该享有的一种生活和精神状态。但是很遗憾的是，现在已经被共产独裁给破坏的丧失殆尽了。维权律师陈光成表示，他由衷希望中国人也能看神韵，神韵能推动中国文化和精神向好的方向升华。他希望能凝聚各方面的正义力量，在国际上努力，告诉大家在中国正与邪的博弈。他表示，很多人说神韵是视觉飨宴，他虽然眼睛看不到，却对神韵演出有着深刻和独到的体会。是我自己呢，通过音乐呀，通过其他的一些他们的动作呀，通过这个报幕员主持人的解说呀，我能够完全的理解这个他所要倡导的这种精神与文化。那音乐嘛，这个他是怎么说呢，五音通五脏是吧，五脏配五行，其实对人的内心深处啊，这个都是有着共鸣的。他知道神韵演员们都修炼法轮功，他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一定会有结束的一天。我的亲身体会就是法轮功学员由于读了转法轮以后，他们的精神境界有非常大的提升，道德上也是有非常大的进步。那中共的这种迫害，实际上他只是为了他独裁专制一党之私利，他根本不是从正与邪的角度考虑，其实他本身就是邪的，在他极端自私思想的指导下展开了对法轮功的全面的迫害。我想这个中共是不会长久的，早晚有一天一定会被扔进历史的灰烬，法轮功也一定会在中国能够自由的传播。新唐人记者王于鹤、陈雷，巴尔的摩报道。台湾一架 F-16V 战机坠海，飞行员生死未卜。欢迎回来。当地时间一月十一日下午，台湾空军一架 F-16V 战机在训练中坠海，飞行员生死未卜。这是去年十一月中华民国成立新型 F-16V 战斗机联队后的首次坠机事件。来看报道。台湾空军十一日晚间在记者会上通报，坠海的 F-16V 单座战机于当天下午2:54从嘉义起飞，3:23在水西靶场靶标北面约100公尺坠海。过程中飞行员陈毅没有呼救，现场靶情室、空中掌机等也没有看到飞行员跳伞逃生。坠海的 F-16V 战机状况良好，没有出过重大事故。1月5日台湾空军演习时还曾参与完成大象漫步和升空演练。台湾总统蔡英文已下令全力搜救并进一步厘清事故原因，军方及海巡人员连夜不间断进行搜救，但截至记者发稿，除发现海面油质外仍不见失事飞行员的踪迹。香港是全球首批出现奥密克戎感染的地区之一，不过港区人大代表洪卫民仍然举办200人以上的生日派对。还有消息指宾客中有人隐藏行踪，可能成为防疫漏洞，引发香港市民的强烈不满。
中共人大港区代表洪维明在一月三号举行生日派对，有十多名港府高层、二十位立法会议员出席，却爆出有确诊者，让这场生日引起外界关注。网络流传照片，洪维明以及其他宾客在非禁食期间没有佩戴口罩，还被揭露有宾客没有使用当局规定的安心出行程式记录行踪，被外界质疑是知法犯法，引发香港舆论挞伐。从整件事都睇到咧，整个政府嗰个团队咧冇晒纪律嘅，基本上。洪维明生日派对当天，有多位新任的议员出席，外界解读是为了向身兼选委的洪维明卸票。美国之音报道引述香港时事评论员分析，指出洪维明是香港根正苗红的政治人物，背后代表的是某些中共势力，反映当前香港官场已显著中国大陆化。咁我相信呢个会对特区政府的管治或多或少都构成一些很负面的影响的。洪维明生日派对被戏称是鸿门宴，事件加深了香港民众对港府不信任。新唐亚太电视综合报道。临近北京冬奥会，德国反兴奋剂机构发出警告，提醒运动员不要吃中国生产的肉类，以防违反禁药规定。美国商业杂志、巴伦周刊等多家媒体转载法新社消息说，德国反兴奋剂机构周一向运动员发出警告说，食用中国肉类可能意外摄入瘦肉精。声明说，如果可能的话，应避免食用肉类，并和营养学家讨论替代品。法新社还说，反兴奋剂机构一直警告，中国生产的肉类存在瘦肉精污染风险。去年3月15日，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当天，中共央视称，每年大约出栏70万只羊的重要肉羊产地河北沧州市青县，有养殖户违禁使用莱克多巴胺、沙丁胺醇和克伦特罗等瘦肉精，持续销往多个省市约达十年之久。新唐人2011年曾报道，河北青县发现的一批含瘦肉精的羊只，据报来自山东邓州庆云县。事实上，中国运动员经常出现因食用含有瘦肉精的肉类不能正常参加比赛。大陆媒体2016年报道称，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当时宣布17名运动员兴奋剂违规，全部是因为瘦肉精检测呈现阳性。2011年，中国游泳运动员宁泽涛被查出瘦肉精阳性，结果被国际泳联禁赛一年。前环法自行车冠军西班牙运动员阿尔贝托·康塔多2010年因检测出体内含有微量瘦肉精，失去了两座大赛冠军头衔。新唐人记者毕新慈、陈海月综合报道。智能枪将在美国上市，可能撼动枪支市场。日，朝鲜今年第二次发射导弹，韩国和日本军方同时证实了该消息。韩国国防部周二说，当地时间早上7:27，朝鲜从一个内陆地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当天，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崔永山对朝鲜再次试射导弹表示谴责。정세안정이매우기묘한시기에이루어진이번발사에대해강한유감을표명한바있습니다。日本海上保安厅也在当天早上表示，朝鲜再次试射弹道导弹。事態において、北朝鮮が継続してミサイルを発射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周一，美国和安理会的另外五个成员国都强烈谴责朝鲜上周的导弹试射。The DPRK's January 5th ballistic missile launch is a clear violation of multiple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The DPRK's continued pursuit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and ballistic missile programs is a threat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都禁止朝鲜进行任何弹道导弹活动，包括任何射程的导弹发射。新唐人记者赵凤华、黎明迪综合报道。智能手枪是一种必须经过用户确认才能使用的个性化手枪，现在大家有望在市场上买到它了。上周五，成立四年的 Lodestar Works 公司为股东和投资人演示了新研发的9毫米口径智能手枪。这款手枪安装了可在微秒内解锁枪支的指纹识别器，同时也配备了密码解锁和手机解锁功能。Lodestar 为这款智能手枪制定的价格为$895。
与此同时，另外一家位于堪萨斯州的智能手枪开发商 Smart Guns 也推出了自己的新产品，并与执法机构展开测试。智能手枪可以有效避免幼童在无人监护的情况下玩手枪而造成伤亡，有利于减少自杀，也可以使丢失或被盗的枪支无法使用。不过，对于身处险情之中急需保护自己和家人的用户以及执行危险任务的警察来说，使用智能手枪仍存在较大风险。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韩国零售业巨头新世界集团副会长郑荣镇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反共运动，韩国多位政要也加入支持。在过去一周里，韩国新世界集团副会长郑荣镇在 Instagram 上写了一系列带有灭共标签的帖子。 Instagram 最初删除了这些帖子，但郑荣镇并没有放弃，继续发帖，包括我恨共产主义，让我们一起喊出 Miu Gong 等灭共口号，抢占新闻头条，获得众多用户的支持留言。不久 Instagram 恢复了郑荣镇被删除的帖文，并解释这些贴文是因为包含攻击性词语而被系统自动删除的。目前灭共口号在韩国迅速流行，包括总统候选人尹锡悦在内的韩国保守派政治家纷纷表示支持郑荣镇的线上反共运动。体验最漫长的一天，达卡尔拉力赛穿越漫漫黄沙。被称作最艰苦拉力赛的达卡尔拉力赛正在沙特阿拉伯进行，一月十日进入本届比赛最长赛段的竞争，奥迪车队取得佳绩。漫漫黄沙铺天盖地，没有补给，没有维修队。白天是50多度的炙热高温，夜晚是低于0度的彻骨严寒。达卡尔拉力赛真是名副其实的勇者的游戏。2022年的达卡尔拉力赛以沙子为主题，而第八赛段正是这一主题的完美体现。该赛段全程830公里，是赛程最长的一天。而这一赛段中，大约有24%的路段是沙丘，有的海拔甚至超过1000米。参赛车手们在其中驰骋腾跃，奋力冲击一个又一个沙丘顶峰。同时，他们还得时刻注意导航的精准度，因为细微的差距就会给比赛成绩带来巨大的影响。最终，在汽车组方面，奥迪车队取得了本届赛事最好的结果。43岁的瑞典赛车手埃克斯特罗姆斩获本届赛事首个赛段冠军。9届世界拉力赛冠军法国赛车手勒布取得赛段第三名。总成绩领跑的阿尔阿提亚则运气不佳，连连出故障，先是碰到了爆胎，后面又遭遇了差速器故障，最终他在第八赛段未能进入前十名。不过总成绩方面依然领先勒布38分钟。在摩托车组中，英国车手桑德兰赢得了这一赛段，并重新夺回了他在周日失去的总体领先优势。新唐人记者周琦综合报道。新闻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